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黄晨佑。热带气旋伊黛在东非重创三个国家，马拉威、辛巴威以及莫桑比克。虽然说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这个热带气旋的这个影响力却还是在当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在当地，不论是在孩子们的教育，还是后续的粮食，还是现在接踵而来可能一些疫情的问题，都是慢慢的发现出来了。所以要如何来对抗这些事情，要如何来度过这些关卡，其实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关注。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故事。这个是玉米防灾泡过水变这样子。Domingo 住在亚马逊提卡村，伊黛气旋横扫，连这棵大树都应声而倒。这次飓风把它吹倒，连根拔起。他种植的玉米、番茄和木薯下场可想而知，家园毁坏，收成泡汤，一夕之间他失去所有，直到灾后一周领到这顶大帐篷。Domingo 的儿子灾后疑似罹患疟疾，女儿在医院看顾，孙子们都跟着他住在帐篷，随便铺了衣服就地而睡。不止 Domingo 家，村子里无一幸免，孩子们中断学业，将近一个月才刚要陆续复课。灾后第四周，他们听说有人要发物资，于是 Domingo 徒步走了将近5公里，来到村办公室，生怕领不到，提早等候6个小时。他虽然不清楚眼前的慈济志工从哪里来，但他告诉我们，他真心感恩，因为这是全家人的救命粮食。家长，看完这样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因为除了当地的疫情，还有粮食的问题，甚至之后孩子的教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但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孝成师兄来为我们做一个解说。孝成师兄早。主持人早，观众朋友大家早。那当然我们也很感恩的，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在前线跟我们连线的是在莫桑比克，也是慈济基金会宗教处的张佑平师兄。佑平师兄早。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听到佑平师兄的声音啊，真的是在第一时间就前往到了莫桑比克来协助看灾的这个部分。能不能请佑平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莫桑比克的状况呢？感恩主持人哦。佑平，我现在是在莫桑比克的贝拉市，就是重灾区哦。那其实从3月15号。造成灾难，到现在一个月以来，贝拉市到现在都还是停电的状态哦。有一组人哦，有包括思贤师兄、钟汉师兄跟大爱台，三位跟随莫桑比克的国家紧急救难署的署长哦，他们今天会搭直升机前往布西镇哦。布西镇其实也是这一次的一个很严重的灾区哦。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淹水的状态哦，所以要靠直升机才能进得去哈。那这一次很感恩有这样国家紧急救难中心的这个署长的一个引荐哦，能够带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希望能够找到比较地势比较高的一个地面哦，来做一个重新造镇的一个规划可能性。那其实一直到今天到昨天为止哈，死亡人数在莫桑比克已经是超过600人哦。那还有数十万人都还住在帐篷区里面。那我们实际走到帐篷区也有看到，刚发生灾难的时候，灾民都是住在学校啊、教堂啊等等这些公共场所，但也这么久的时间哦，政府需要让这些学校能够重新营运，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就把这些灾民都重新迁移到帐篷区里头，所以现在帐篷区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哦，那也越来越集中。哦，那学校是复学了，可是在帐篷区里面的状态还是不佳哦。虽然有很多国际间的资源都慢慢从贝拉市哦开始延伸拉出去到其他的周边灾区哦，可是不管是水啊还是食物啊，在帐篷区里头都还是很缺乏的状态。
好，感恩佑平师兄。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目前在莫桑比克已经进行了多少的发放？那发放的过程跟内容又是如何？是啊，我们目前从这个我们的发放是从3月30号开始，发生了我们的第一场。那这个两个礼拜下来，我们已经发放了9个地点，3304户，这是粮食生活包的部分哦。那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是非常多哦。我们现在所着重的这个我们慈济所领养的这个地区叫亚马郡，这个亚马郡就已经有11214户人家是住在帐篷区里头，所以我们目前是先针对这11000多户里头的老弱妇孺跟孕妇来作为发放对象哦。那这样的人数又有大概2000人了，我们会以他们优先来发放哦。那目前就是这已经发放了这3000多户，那发放的内容包含就是大概20公斤的这个台湾农粮署的爱心大米，或者是他们这边的主食是玉米粉哦，加上10公斤的豆子，也就是总共30公斤的主食哦，是能够让5口人家好，每一天如果吃2餐的话，他们能够吃1个月哦。那希望能够至少在这1个月内，他们是能够有安全的一个饮食这样的状态，那包含其他的卫生生活用品啊等等。不论是在对前刊的这个团队也好，或者是在对当地的志工，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发放这些内容的过程之外呢，有没有一些看到他们亲帮亲邻帮邻，看到他们自己本身启发的这份爱的力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感恩，确实哈，其实亲自来到莫桑比克，真的能够感受到莫桑比克人他的民族性很温和。我们虽然是在帐篷区里头或是集中的一个地区在做发放哈，但大家是井然有序。然后，大家虽然其实哪怕是本土志工，他们的语言也不一定通，因为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方言。可是他们透过唱歌、跳舞，大家互相的那种心灵上的一个鼓励激发，可以感受得到整个帐篷区大家其实氛围是非常的祥和的。而且他们的物资在家庭之间，他们会互相的分享。有的家庭人比较多，有的人比较少，有的吃比较快，有的吃比较慢，他们就会互相的分享一起用哦。那我们这一次也招募了当地有30多位的高中生跟大学生来一起来帮助这次的一个发放哦。那他们都非常的谦卑，然后又非常积极哦，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画面，就是这些学生就是拉着老婆婆，然后要抓好我哦，然后帮他们背着这些大米呀、跟物资啊，甚至有一个眼盲的婆婆，她是直接把她抱住，然后就带着这个婆婆这样一起帮她拿了这所有物资，甚至帮她送到家里面哦。所以其实整个氛围是非常的祥和，人民都非常的良好。感恩佑平师兄，其实就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现场，能够这样很清楚的看到一次，真的是很淳朴。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简短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在莫桑比克我们有哪些规划呢？其实后续哈，除了我们这个粮食生活包是属于我们急难期的这个发放，我们预计目前出估是20000户这样的一个数量哦，那会在接下来的每一个礼拜都以每一个礼拜5000户的这样一个速度来做一个发放。之外呢，我们也开始在评估，就是做这个房屋建材的一个发放，那这部分还在评估，但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让这些灾民拿这些建材，他们就能够从帐篷区回到家里面，能够重建房屋，可以开始耕种，那这样他们才来得及在他们这边的冬天能够有丰收，有食物吃。那后续中长期也会评估做这个重建跟大爱村的一些可能性，这是我们未来还要再努力的地方。好，非常感恩佑平师兄今天跟我们这样做这样的连线，虽然当地是现在是停电的，但是还是能够帮我们做这么详尽的解说。好，的确除了急难救助之外，就是要有这个中长期的规划，还有后续的耕种。再次感恩佑平师兄今天为我们做详尽解说，感恩佑平师兄。然而我们又接下来又如何能够再进一步的来协助呢？除了发放之外，我们更是要思考如何把这份爱能够串联起来，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启发这份爱。让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Here, here, here. They were living there.
And she was driving, she was drying the books there. Okay. 富迪诺看灾时发现小女孩新雅独自坐在大太阳下。Put it here, and that's where me and her we sat to dry our books.这一幕深深触动迪诺的心，因为这女孩的年纪跟她女儿一样大。逃难时谁会记得带上书本？爸爸说他知道新雅会，那是他仅有的东西。De se interessar em estender os livros, havia de se pretender de brincar.Fazer outras coisas, mas ela, quando viu de que o solo já está saindo, logo correu, foi pegar os livros, levou a esteira, estendeu, começou a estender aqueles livros. E, de facto, eu sei de que muito este aqui tem coragem de ir à escola. Eu carreguei esteira, mais livros, cheguei lá na praça do município, andei secar mais de novo, não secou mais. Então, eu guardei para secar.房子被大水冲毁，一家六口在收容中心停留一周，两个星期前才租到市区贫民窟一个小房间，铺草席直接睡地板。迪诺不忍心，马上送来三张福慧床，还贴心教导铺上毛毯。成人得全程弯腰，无法站直，住家没水没电。The three sachet bags that I gave to them, the two is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 couple sleeps here.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pace for the third bed. Blanket is good,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might not be really useful because it's very hot, as you can feel it. 爸爸不求舒适，只求全家在一起。新雅不求玩具，只求书本能晒干。迪诺加码送给他新书包和制服，希望他能如愿尽快回到学校上课。Tomorrow we'll start going to school.看到这样子一个孩子能够愿意来在灾难当中还是能够向上的求学，真的是看到这无比的希望。那我们也在场的有副执行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前往莫桑比克出灾的这个准备跟整个目标的感觉？就如刚刚佑平师兄所说的，我们现在原来预计是20,000户的发放，分成四个阶段。那现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大概发了3,000多户，是以老弱妇孺为主。那这边呢还是陆续的在规划，像这个礼拜的周末也有陆续的大型的发放。那但是现在因为有政府希望呢，整个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希望能够尽快的把一个急难救助期告一个段落。那因为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这些灾民都群聚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这些感染。那第二个，现在是莫桑比克刚刚看到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种植期，包括玉米、木薯的部分。那所以如果能够让这些灾民尽快的回家，能够播种，那就不会再引起下一个阶段的粮荒。那这个部分呢，联合国已经准备好稻种好，然后还有这些霍乱跟疟疾的药品。所以我想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怎么样配合整个大环境的部分一起来做。所以包括这个疟疾或者是这个霍乱的这些防疫的这些措施，联合国其实已经做好准备，是那包括这些种子也都做好准备，所以实际就是完全有一个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做进行。那像刚刚佑平谈的，现在我们正有同仁哈跟大台一起搭的这个急难救灾署的部长的这个飞机直升机要去勘察重灾区，那他也。期望慈济能够提供一些的建材，让灾民能够回去。那当然，本来我们在非洲这边上人就有一个很深的宏愿，希望能够用教育翻转。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是后面的这些房屋的援建，或者原来就要去援建的这些学校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些的评估。但最重要、最重要是物资都是一时的，最重要是我们怎么样把慈济这样的一个爱、这样一个人文，可以在中部的贝拉把当地的职工培养起来。那我想以后就真的他们可以自己来帮自己，那这是我想我们最期望的。其实因为在中部的贝拉是距离我们现在在比较属于南部的我们慈济的这个中心在那个地方，对，在离马普都有1,000多公里。是，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把。中部的这样大城也可以带出很多慈济的本土志工。是，刚才副执行也提到了联合国哈，那其实也我们在这一次在非洲的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联合国一些相当非常大的肯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一次的因缘也非常好，因为我们正好就有一些的同仁原来是在非洲的肯亚参加这个联合国的环境的会议，然后呢到了纽约之后，慈善基金会的颜值新展呢正好也到纽约之后，我们就拜访了莫桑比克还有马拉威驻联合国的代表。那我们这次也跟他们见面之后，也跟他们谈了我们在这三个国家里头做的一些急难救助的情形，那他们也非常感恩慈济。那在正好在莫桑比克当地，我们也跟急难救灾部的部长有联系上。好，所以那在新巴威的部分，其实今天有另外一组的同仁要跟联合国这边来对接，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能够跟这些国际的联合国还有国际的 NGO 单位能够做密切的合作，那大家一起来分工，然后能够提供更完整的部分。那当慈济一定有很独特的这些慈济的人文跟关怀的部分，那这样的一个我们特有的这个特色，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去做，然后把它带入当地的志工。其实这也应该是首次哈，跟非洲的这些联合国或者是比较属于政府阶级的部分来做一个互动，那感觉如何？我觉得这次非常好，因为我们正好也有同仁，执行长也正好到纽约，那我们也有同仁在当地哈，当地的本土志工跟当地的联合国的官员还有救灾部长做连结。那我们这一次就等于大家都互相在这个群组上能够彼此交换的讯息，然后把这样的讯息能够彼此互相的分享。那透过这样的运作，我相信以后在国际的救灾上，我们能够跟国际的这些组织互动能够更密切。所以不只是国要联合，更是要把心联合起来。诚如上人在志工早会不断的叮咛大家，要如何能够帮大家爱能够串联起来，并且启发每一个人这份爱跟善的力量，才能够消弭这些灾难。接下来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各位菩萨，我们真的点点滴滴都要汇合起来，但是呢，路要怎么走？假如有在非洲做生意，有跟非洲呢有关系的物资，可以呢帮忙在那里帮我们呢有一条线路，有路可走，我们也可以呢来付托采购去帮助，但愿啊能有这样靠近一点，能有路线可以走到灾区的。总而言之，发心就没问题啦。感恩现在在前线呢承担起了这样重任的菩萨，我们要为他们祝福，但愿人人平安呐、啊！在当地哈、哦，现在也很怕喝到了不干净的水，也怕呢被蚊子咬到，因为慢慢呐、啊、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也更期待路中呢都平安，这是时刻都在挂心中，但是不能不投入的。所以我们真正爱来为因就好了，还要祈祷了有这一条路可走，那早日呢可以完成我们救苦救难的行动畅通。请大家真的要虔诚的来为他们呐、啊、祈祷，尽一念心哦，好感恩大家哦，期待我们啊时常的谨慎哦，戒慎虔诚呐、啊，为天天要虔诚的心来祈求天下平安，要用爱的心啊，那点滴呢。呼吁了，汇聚起来，期待为这三个国家，不只是灾情，我们能不能呢，去顺了这一回呢，能帮助他们未来的安身生活，无法都去帮助他们。假如呢，人人啊，多出一点力，多花一点心。
这三个国家的也许呢可以因祸得福也说不定，总是呢要看人人有灵敏心的话，他们就会得救啊！这是一切唯心呐、啊，一念心开了，善门一开呢，路就通了。感恩大家哈，希望人人要发心立愿。真的是很期待能够借着这个因缘，能够让东非这三个国家也能够因祸得福。想要请教副执行长，那对于这三个国家这一次灾有什么样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想法跟规划呢？我想刚跟大家谈到了莫桑比克，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两组的同仁跟志工，一个是在新巴威，一个是在马拉威。那新巴威的部分今天呢也是一样分两组人，一组会到联合国这边，好跟其他的联合国跟 NGO 的单位做一些联系跟协调，那另外一组人就直奔重灾区，就是奇马尼马尼这个部分。那这一路大概一开都是要十几个钟头，就要将近十个钟头。那这是新巴威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会持续的做关怀跟急难的发放，同时评估下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部分来做协助。那在马拉威的部分，我们现在也是有南非的志工，好到这个新巴到马拉威。那马拉威这边我们是最早的时候，因为热带气旋的关系，就有很多的房子破坏掉，所以我们在那边一直盖这个砖房的部分。那现在已经盖到了三十几，我们预计要盖七十个砖房的部分。但是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把马拉威当地的志工跟爱心也培养起来。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马拉威的志工投入之后，他连以工代赈，他都不希望收取任何的费用，也很多人去捐水泥跟砖块。我想这一段时间里头，最让我们不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上人最近的身体微恙，其实我们都希望上人能够休息，但是上人每一天呢，他最心心念念的挂念这件事情，所以都希望我们每天一定要进去做报告。那在这样的一个上人在报告跟教导我们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不但是心都贴近的这样的一个灾民的心，比如他看到了画面上灾民是用的塑胶袋去点燃这些煮食热食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怎么样去用冷水可以去做，所以还要求我们亲自去试这样的一个用大艾面用冷水去泡，那同时还要照顾着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包括迁村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去包括环境山林不要破坏。所以我觉得上人是真的非常让我们不舍，他非常贴近灾民的心，又贴近大地，爱护大地，这是我们真的学习到非常的多。感恩副执行长今天为我们做这么深刻的一个分享，那相信今天再次感恩副执行长来到现场为我们做深刻的分享。那当然接下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更是要每一个人动起我们的手指，动起我们的心念，一起把这本大爱的车往前推。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感恩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人们一无所有，你的爱就是唯一希望。